天蝎座过去几年怎么说呢？状况连连啊，被碾压。上一个土星周期2020年到2022年的时候，基本是跟着大环境沉到谷底，然后为了生存奋力挣扎的一个群体。因为内忧外患，在外面危机四伏，到家里更是轻松不起来。可能有家人长辈需要照顾啊，有家里住所的事情需要费心啊，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很累，或者是团队的事情、内部的事情很累，人际以及合作、雇佣关系的各种突变和人和健康有关的状况，都让天蝎座感到身心的俱疲。坦白说，这样的行运啊，如果不是天蝎座这样一个坚毅的星座，很难撑下去，时而浮起，时而沉下，漂浮不定，需要很大的意志力才能撑住，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呢，很多天蝎座这几年也很容易有情绪啊、心理健康方面的困扰，真的是被逼的。因此，不论天蝎座现在过得怎么样，只要活着，我都很钦佩啊。天蝎座都应该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就像口罩的问题一样，胜利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不就迎来了新的周期了吗？当然，我这样说并不代表说所有的天蝎座过去几年都没有闯出来啊，有一批去年已经从谷底爬上来了，或者呢已经在往一个更好的成绩去争取了。因为木星去年在五宫和六宫都是不错的位置，只是这个往上爬，天蝎座内心还是有很多担忧，还是会有一点点不那么自信，不那么确定。天蝎座这几年都应该会有想要走、想要挪窝、想要挪动位置、跨界啊、换岗啊、换赛道、转型啊、员工做老板啊、从城市回到家乡啊、换一个房子、从一个地方搬去另一个地方发展等等的一些想法。那有一批天蝎座是已经实现了的，很了不起啊！因为不论实没实现，当中的过程肯定很曲折，几经波折，困难重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下定决心闯出来向前走，很不容易。不过这一切将要翻篇了，从2023年的3月8号到2025年这新一轮的土星双鱼的周期里，天蝎座将打开一个突破重围新生的局面，是自己为自己挣得荣耀的时刻。有非常多受瞩目、成为名人、大火亮相、表演比赛、获得勋章、获得大的意外的机遇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未来三年天蝎座的关键词就是满血复活、璀璨绮丽，事业、读书、感情方面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兴的发展。首先感情和事业呢，从今年的3月末到6月初就开启了长达10年的成家立业运。如果说过去天蝎座只是想要想办法活着，想要办法稳住某种生活，那么以后就是想办法立住、活好，活成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感叹自己真的是幸福。那有两条重要的感情线，一是23年的5月17号到24年的5月，天蝎座进入了择偶期，会很想要有个家、有个孩子，或者会考虑到家庭后代有关的事情。这期间呢，会有正缘出现，类型都是门当户对型，或者说会比较看重工作啦、收入啊、条件啊、体贴照顾的程度啊等等现实因素。但关键来了，天蝎座在这个时候重点反而不是应该放在感情上，不是应该放在身子上，而是工作、读书、前途上。很反转吧？啊，三年之后就知道为何要这样反转了。这一年可以谈无数的恋爱，但是就不适合定下来。只要这一步不踏错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个是因为这段关系呢需要更多的观察，人品啦、忠诚度啦、责任感啊、彼此准备好的程度啊，冥王星四宫、北交六宫都是需要一个更长的评估周期，才会对天蝎座更有利，才能够更在长久的未来能够稳定下来。天蝎座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一辈子守候在自己身边的人。如果因为观察对方，因为自己熬夜加班、没日没夜的工作，想要拼一个共同的未来，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对方就走掉了，对方就没有那个耐心，那更代表对方不是对的人，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所以不要着急，天蝎座接下来的正缘一定是一个愿意等天蝎座回家的人。在2025年的6月10号到2627年才是天蝎座更能够去拥有稳定的感情，能够结婚生子，享受家的安定、家的幸福的时光。尤其是25年的1月底到26年2月期间出现了对象，或者说想要让天蝎座定下来的感情会是三观一致，彼此之间的爱是比较浓烈且纯粹的。尽管呢可能有地域或者是背景的差异，比如说异国啊、异地啊、远距离啊，或者网络认识啊、在远方认识、成长背景很不同等等，但是彼此却很同频，感情会很深，缘分也很深，对方也会是天蝎座个人成长方面的一个贵人。所以能成的话会是一段佳话，会是很幸福的一段姻缘。不论过往如何，肯定是因爱而结合，这个在这个时代是蛮难得的，对方会给天蝎座带来很多的安全感。如果天蝎座前面交往的人在2526年还没有走掉的话啊，那就代表对方过关，那么就很有可能修成正果。当然这段时间啊，也有可能天蝎座会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比如跑到国外旅游啊、求学啊，选择跟理想谈恋爱，那也是不错的啊，会过得很充实，有很大的精神层面的一个提升，会过得更开阔。那除了成家以外呢，立业这三年更重要，两个事业发展的关键期，一是今年的5月中旬到9月有落定工作、落实建成项目、跨下一个很大的目标、接到重大的任务、遇到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好机会，得到领导的赏识、贵人运、合作运、晋
竞赛与面试运都非常的旺盛，前几年没有转换赛道成功的天蝎座可以抓住这个时间，有很大的机会提升自己才华，能力可以得到施展，受到瞩目，成为焦点人物，议论的中心，也有可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另一番才能。不过呢，天蝎座也要上当啊，贵人合作运强的时候就要避免固执己见，避免去选择一个人辛苦啊死活都走不通的这样的路。他人的意见呢虽然无需全部采纳，但是呢愿意多聆听，多展示自己，多发言，多发表，多参加活动的话，会让天蝎座比较不费劲的就拿到自己想要的成果。因为这个时候天蝎座有很多可以出头的机会，或者是爆红的机会。未来三年啊，天蝎座是有机会实现阶梯式的连级跳的，不是递进式哦，是跨越式，就是埋头苦干的时间突然间机会来了，贵人来了。所以呢希望天蝎座时刻要做好准备啊，不然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抓不住啊。所以你心脏要够强大，因为大家的目光都会在你身上，是不能够低调的。不化妆不打扮不要出门啊，万一今天就要遇到重要的人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因为五宫是非常不可测的。当然不同的天蝎座星盘还是不一样啊，有困难相位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执念啊而错误判断贵人是谁，哪个是自己的机会啊，会比较考验天蝎座的理智以及眼力，要避免经验主义。那这个时间只要跨得比较稳的话，二三年末到二四年上半年就会比较顺，基本的事业没有阻碍啊，而且持续做的话就会有持续的荣耀，是有机会大放异彩的。也就是前面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后续的发力，财富也有可能随之连级跳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高度啊，在未来三年特别有利于创业啊、团队作业、做项目、艺术表演、创作、电竞、娱乐、运动业的天蝎座。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去选择生小孩的话，也是一种对应的可能性。二呢是二四年九月到二五年的六月十八号，这又是一个快速成长期，对比二三年啊，这次会更厉害，是鲤鱼跃龙门之象，拼理想的时间。当然啊，情势也会更复杂，难点颇多，风险后果会更大，比如资金流更大，或者是没有退路的，所以就更需要天蝎座高瞻远瞩，识人断事的智慧在这时候很重要。那这次机会呢，我希望不同天蝎座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一个客观的把握啊。从行运派一定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整合，意料之外的发展，这个时候天蝎座会特别希望创造出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公司，我的代表作，我的设计，我的奖牌，我的研究，我的论文，我的未来等等。那这段时间呢可能会经历一些方向性的扭转啊，比如说以为对方需要的是 A， 结果对方需要自己做 B 项目，或者呢自己做 B 项目更擅长，那有可能跨越到另一个方向去发展啊。尤其是二四年的十一月四号以后会整合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大的计划，比如说上市啊、融资啊，这种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或者是大量的创作，也有机会遇到大佬级的人物啊，很厉害的贵人啊、合伙人啊，受他人的指点，或者有很多机会跟领导密切的互动，对人生呢会有更大的想法，有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可以确立下来。那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财务方面的一个投入，机遇大，危险也高，输赢完全是两种结果。因此呢天蝎座还是要看自己个人的情况，大方向就是要更理性，胆大心细，或者呢是借鉴一些意见啊，放下期望，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是在财务方面要记住把关，机遇是有的，就怕没有考虑周全，一定要做好后备方案。未来三年呢这两次机会都把握住了，天蝎座在二五年的五月二十五号到九月份就会找到新的努力生活的意义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承担新的生命任务，比如说换了一个更大的房子，换了更好的平台，毕业步入社会了，自给自足了等等的。整体而言呢，天蝎座未来三年会有很多新奇的一些体验，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它会带来忐忑和担忧，但更会激荡出新的碰撞和火花。天蝎座呢有很多的创意和才华天赋，但是呢过去被掩埋了，被生活折磨得来不及挖掘，来不及展现。可是天蝎座心里是有一股劲的，觉得自己的生命不该只是如此。那我要告诉天蝎座，未来三年你们会做自己过去没有想到会去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想到自己能做到的事，然后一做发现自己做得很耀眼，做得非常棒，一做呢就做到行业的前面去了，甚至有人会邀请天蝎座来表演来合作，所做的事情就像明星般那样漂亮。所以也要规律的工作，规律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化，对自己好一点，自信一点，前几年累积的健康问题体质要更积极的调理改善，不要那么虚。尤其是二三年下半年到二四年，良好的情绪健康，充足的体力和身体活动是确保天蝎座事业、读书、爱情意气风发的基础保障，那个时候应该会很有体会了。尤其学生的天蝎座那段时间一直到二五年的上半年，要把努力作为日课来执行，要有每日的计划，要学会延迟满足，请一路坚持到二五年的六月再往后，因为结果要那个时候才能够出来，那个时候才能够知道天蝎座前面的努力是否到位。如果努力到位，这个时候就会有比较欣喜的结果，守得住多大的寂寞就能够受得住多大的成功啊！因此天蝎座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呢未来三年也要多注意自己的形象啊！我想天蝎座会爱上拍照或者运动或者舞蹈，这么好的成名运啊，就是
是要时刻准备着被拍，被某个心态或者贵人发现，或者是被很不错的对象发现。好的形象会给天蝎座带来更多的自信啊，更闪耀的光芒，更旺的财运和事业运。财富方面大部分是机遇之财，所以要更多的重视他人给予的机会，也要敢于尝试，敢于秀和争取。天蝎座现在你们就站在爱丽丝仙境的入口，那个地方跟过往地面上的世界不一样，那里充满着奇幻、神秘和危险。有人说要在那里幸存下来，就得像冒将一样疯狂。有人说天蝎座的爱丽丝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爱丽丝说只要你相信就可能。那就祝所有的天蝎座一举成名，畅游梦想。我是爱达范老师，用星座和心理学一起更好的生活，下期见，拜拜。